大家好，我是少玄，真的太激动了，我今天终于买到了，哇，它是一个1:1还原的人形手办。超级激动，今天呢我就打算录一个开箱视频，所以呢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开箱吧。我其实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啊，你怕张姐吗？我觉得还是有一点。想起来毛骨悚然。所以今天我要帮你报仇。你玩过金夏盒吗？那个盒子突然打开，突然哇，那我今天是就是那个盒子里面那个哇。干嘛要穿成这样子过来？待会呢，我会叫张姐过来吃饭。你要事先藏在这个小盒子里面。我们来试验一下，你能不能？来吓他，你来试一下。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你这样只会增加他对你的。你好傻呀，这样子吓不了他呀。我觉得手上要拿点东西，管制刀具，管制刀具，没有管制刀具，你不是自己带的酒吗？这个你就自己想办法，我不管你从哪里掏出棍棒。OK， 那我们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我这种表情应该吓不，没有很大的那种节目效果。张晋，这是张晋。哇哦，完美！你要在里面乖乖的哦，不可以乱跑哦，我把你卖到非洲去。我们要开始了，准备好的话就敲三声。好了，那个王师傅把他这个打包到那个。你瞎了呀？我快到了。啊？你等一下，我在组装东西，你先上来吧，你坐一会儿。组装什么？我新买了个椅子。快点，我在下面等你，不行吗？哎呀，你直接上来，上面很热的，我操，我马上收尾了，你上来坐一会儿。你干个啥？你他妈就磨磨唧唧了。你都坏了。又坏了。蛮好，这个椅子看着送给我。什么表情？你干嘛？管我！不要乱跑啊！我刚今天刚叫的保洁，你过来啊！我开空调了，坐过来，不然那边好热的。垃圾啊！这么大的箱子，这么大箱子的垃圾！哇，我好不容易塞进去，你被打空出来了。你可以坐一下试一下。我会把屁股撅掉。装好了就可以走了。我要去拿快递。那你怎么不让我到这上来的时候帮你拿呢？妈的！昨日下午突发全身抽搐，抢救无效。骚拳。你上来之后，你之前你都别挂。你箱子里面是什么？椅子在动，是什么东西在里面？啊！烦死了！啊！是什么？心思当心。
你带伞了吗？如果待会儿发现了你是谁，你的下场会很严重。Can I ask your name? まだこの世界は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你不怕了，但是我也不会看你，我不会让骚拳这样得逞，我会让他没有素材发。你以后不要再帮松泉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活。你饿吗？你在里面？你渴吗？就你真的没有必要，你知道吗？为了骚拳这样子，哎，我真的是不知道骚拳为什么。你在里面待了有一段时间了。吓到我，哎！今天没有被吓到吗？没有被吓到。啊！不准吓人！啊！其实我知道骚拳这个计划呢，今天会失败，所以我们没有失败啊，成功了，非常成功。我准备了Plan B。什么 B？ Plan B。什么 Plan？ Plan B。Plan B。什么 Plan？ 我们还有 B 计划。什么计划？ B 计划。我给你准备了另一个箱子。哇哦，弟弟吗？也是一个帅哥。我们在门口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啥？哇哦，是另外一个帅哥吗？比我还要帅。其实我觉得你很帅啦。这里面有人吗？这里面真的有人吗？你快出来！干嘛？怎么了？滚啦！这是什么货色啊？自己把自己气走好不好啊？让我开开。不，楼下外面有人了，我操！不行，有人，我操 ！No No No！ 我没穿衣服，操！我管你啊！这对你的冲动的惩罚，别这样啊！别这样，关门！你他妈笑死我了！你他妈，这个门怎么坏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觉得呢？问题大了好吗？包再来呀。
Feel your words with tenderness.